对，我这人看查某本看五十年了，哎，我是头一摆看到查某脚穿西蛮头前的，我看过。妈的！我第一次看人家女孩子屁股伸在前面。不是，所以喽，只有我一个喽，我就是最有特色的那一个喽。你找得到另外一个脚穿西蛮头前的不？对啊，水门掉。水门掉了，所以我站在这里了。这里哈，现在咱的七月过后哦，我那收购一个房间了。什么房间？伊那到展览爱看看的，收两块。哎，蛮特别的，蛮特别的。对啊，你今天是个头痛啊，你手也，你手也。我感觉我。我今天来到欧镇，我特地穿到这里，穿到秘密，你还给我一直拿起来。你手稍微卡的毛个长多，那你不玩那玩具？哇，玩具完全不玩具，浪费。哎，对，我够，我够可怜哦，哎，快腰身里难不的。你慢点嘞，没啦，我给你可爱哦，没有没有，哎，刚才哦，他介绍你这样哦，我几怕一下，你我差一点晕倒啊，我很怕那个台有一点不稳啊，今天我出来不懂会不会哦，有什么事情啊，你要讲到我这样子，那么都是很赶出来了，我就刚刚你别来谁啊，对，他讲哦，你是比基尼小姐哦，我在想哦，有没有这样大件的比基尼给你穿？哎，有，应该是没有的，有。有没有啊？比基尼只要包三个地方而已，包得住就算比基尼。哇，那几厉害些啊！这连绑啊，整天来新加坡赚不起啊，我的钱。啊，现在我回去发梦都会笑啊。我每天都会连绑，像梦一个西北角。对啊，他哦，还有啊，我敢赚，他赚了我们新加坡钱哦，一百回去变成240多了啊。啊，不要紧哦，他赚完了隔台哦，他没有在新加坡吃宵夜的。喂，他每次回去那个新山啊，然后吃宵夜。喂，看够了，几厉害！不要一直在这样讲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长这么大，我在这里唱歌唱了这么多年了，我第一次来欧镇的，我没来欧镇的，欧镇真贵啊，没啥，你快讲哎，我还没知道啊，你当面手挂袂红哦，那饼饼都无。高了高了，你看。所以就变高了高了。人歌台有双秋瓜啊，水去表演的啊，那边有杂技。哦，杂技。六边杂技啊。哦。六边吗？可以。哦，六边六边。六边的。你头先你后台你不高台。啊，别高台，这个我们打歌台是现炒现卖，我们没有彩排的。那就是咩？啊，就是。这么多人在这里。这都是用狼嘴狂夸，让展现你的才华。我刚刚夺得最受欢迎的三四亿。对对，我也是有。公会要恭维你。我也是有得奖啊。你得什么奖？你有。得奖吗？有得什么奖？得奖自己奖。我们表演一下，来个红飞鸿都可以。OK， 不要哎哎，不演你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不要勉强。我的妈妈在关单。OK， 来啊 ，Stand by， call the ambulance， please。Anyone， please， your handphone out， please。不可以绕回今天啊，再我转啊。会使等开，未使绕回啊。有 ，Only， 加油！我会玩。我还带表演杂技呢！哇，掌声鼓励！跳个，掌声鼓励 ！Yeah，the winner，the winner，the champion！ 开玩笑，表演杂技，没有给我打过。哎，不演，哎，不演，死鬼而已。不要，你还在那讲，还在那国师人的。我没戏，不和你讲半天。用劲啊！你还有长命啊！看你的脸。来做做鬼头啊！谭家你婆啊，就顾我婆你。啊！塞啦！我掐死啦不！阿毛叫什么 ？No problem。我是哪个？No problem。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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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roblem。Come on， show time。哈！哈！笑嘞。你跟他照顾吗？这这萝莉来弄我，我给你破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搞，哎呦，你搞那个做个衣衫不整理。对呀、啊，你弄到我，他很难，他几难穿衣服的，你不要这样对他、啊。我给他掌，给他掌声的吧。你跟他熬到前脚上，现在到时间整理。对呀、啊，我今天心想，我来熬这样美美一下，结果还是给你弄成这样。啊，今天有年轻人，第二排两个戴眼镜，你喜欢吗？OK。你好，宝贝。哎，姐好啊！阿伟穿嘛，刚穿了。姐好啊，这上上届才吃三年，吃穿了该才放成都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要考虑他，虽然是二十几年没有男朋友了，可是哦，你要考虑一下，你家的大门要很大才可以进去的。喂，没礼貌。那边门卡水不进吗？那边笑也是卡破也门嘛。不用紧，我买屋子给你住。不要这样。哇，好，我们回关丹养。